按平票同款，我拢知影，你不是自愿的，你是生活所逼，在我心目中你是上尊贵的，你对按平爱无人会当比啊！那是有人敢讲你是贼，我都该算呀。多利，我可能爱你幸福啊！你等安平等遐尼啊久，你应该把心内话讲出来。你若是唔敢讲，我替你讲。我安怎讲才摊清楚？安平爱的人不是我，是怡婷，不是我。对我来讲，若是咱晚困，我嘛阁试过上好，无听着，会较快乐。你着袂讲啥？若是咱逐天毋免阁甲人客气，无听着我人生会过得较快乐。好啦，我知你要讲啥物，你放心啦，我袂去做有代志。多莉，你莫嫌我啰嗦，我是感觉你应该勇敢面对安全，面对该感情。哎，绿灯啊！头前右转，麻烦你载我去上班。多莉。嗯。喂。我知，我先挂断。我讲我知，你等我一下嘛。这个啊，他公司要见代志。我见，见是重要代志，就免说一大堆。你载我去环球遐，那有捷运站，我有要坐车上班，嘛真方便。好。公司个代志，我都送你。好啊，多谢你送我。好啊，加油！我相信你一定能东山再起。多谢，我一定好好拍拼。你嘛是啊，你先走哦。嗯，我来办公室啦。拜拜。拜拜。这宋永远真好打，连咱的钱拢敢欠。大处长，这个月吼银行贷款咱已经付袂出来哦。我想帮小看卖，会借咱也拢借过安尼，之前家己算借的，伊嘛已经开始来咧讨安尼。贷款代志我知啊，你先去无用啊。哦，是。
请问您是？当然，你欠阮的钱应该还了吧？真歹势啊！阮公司这阵个情况，请您阁宽谅一阵吧。啊！你按，阮无爱对你按。是安尼啦，阁过两礼拜，等我的客户把钱付给我，我就等下钱付给你啊啦。啊！阿姐哦，是阮客户的订单，阁付款日子啦。啊！你这客户，若甲你同款，拢这么傲大。我无爱好计滴水啊！袂啦，我这客吼是海外有名大公司，一定也真付给我，你免烦恼。两礼拜了吼，我一定钱付给您。啊，若无咧？有人拢伫遮，不然怎水在你啦？好啦，看你叫声也袂歹啦，搁相信你一届。两礼拜若搁我收无钱啊，安尼就足歹势啊！我一定要剁你的枕头。做纪念，真听话。行。红啊。啊。罗莉。红啊，你伤要紧无？啊，一点仔伤啊，都感觉即摆厝紧啦。老火嘛会疼，不过过一阵就好啊。洪安，你真正变啊！拄则遐人甲你拍，佫甲你变甲遮尔歹听，若是照你以前的个性，早就甲伊拍起来了。小爸，来得个个代志，我今日嘛袂变甲安尼啊。查甫人的手啊！唔少提小牌，我开我这代价，才了解这道理啊。洪万，我替你感觉真欢喜，严哥，我嘛替我家己感觉真感伤。你今嘛是为客康底爬倒起来，不管身躯切偌济伤，也是这么勇敢。啊，那我呢？家今嘛？搁咧过着无无聊聊的日子，哎，你哦，得好好振作起来，勇敢爬起来，不管身上切偌济伤哦，都免放弃啊。洪万，阿明要出来啊，这边我先帮我。我问你，你敢愿意予阿贤另做归宗，回来拜翁甲公妈无？大姐，你问这话是啥物意思？你唔免问啦，回答我的问题就好。我当然希望予阿贤另做归宗啊。文豪在世的时阵，这嘛是上大的愿望啊。你有安尼想上好啦。我愿意予阿贤另做归宗，回来拜翁甲公妈。真实的。因为咱两家合作伙，才袂去予外人利用。你的意思是，阿贤若姓洪，就一定爱对洪家尽忠尽孝，袂应该刘茂祥交接，等来摕世界饭店的经营权。大姐，那是因为安尼，才予阿贤另做归宗，恐惊伊袂答应哦。所以你决定要串通外人，等来变洪家财产。我并无希望阿贤做世界饭店董事长啊。阿唔过，世界饭店何明明不甲安尼，唔那股东袂放心，连员工咪做甲袂安心啊！这你应该知影，起码饭店，何你新妇不甲哦，要我当处长，问题是处理你，唔是阮的。我都已经让步啊，你阁唔放手？我就是无爱你让步啊，因为我知影。要予阿贤另做归宗，你的心肝内一直真不甘愿。这三十年来，咱公家一间饭店，大共一栋楼，
啊，不过我知影，你唔好把我当作是红家的人。文豪要过身的时阵，伊嘛求你啊，伊希望阿贤另作回踪，啊，不过你就是唔答应。你甘愿目睭紧紧看着文豪带着危险离开，可惜你对阮怨恨外深。今日你给你的媳妇，母甲饭店要外人经营，你才不得已把怨恨吞落去，来挽回饭店经营权。我感觉你做委屈，我嘛真同情你。我无需要你的同情。这三十年来，虽然我无给你拿香拜红家公妈，也毋过恁吃的穿的，甲红家有啥物无共款？我一个人双手打车斗，一家两房，我一个人起三十多年，我肩胛头所担的，敢是文豪迄句遗言？家和万事兴。今仔日你竟然串通我，要来对付建中，这是我绝对无容发生的代志。大姐，我今仔日会安尼做，是为了红家，不是因为让我的媳妇母甲无路通走，我才要来救你。大姐，让阿贤另作归宗，是我一生上大的心愿啊。啊，不过我无想要再伤害你，因为再一次伤害会加深怨恨，这袂当解决。咱两帮问题，嘛无可能解决恁厝的问题啊！你是在啰嗦啥？敢讲我着欢喜甘愿，让阿贤倒来拜公嘛？啊是爱我，甲你手抓，讲我诚心诚意，希望恁母阿囝倒来安家团圆。啊，恁是要袂相信？我毋是这意思啊。好啦，这件代志我会甲阿贤讲。我无法度接受啊！阿贤，妈，大姨根本就唔是要我回去另作归宗的，伊只不过是要利用红姐的事甲我绑起来，倘我愿意搞到继续乱舞，舞到世界饭店倒落为止。振宗，建中做董事长，你嘛会当做总经理啊，赶快对经营世界饭店啊！妈，让建中做董事长，那你明明就一定会插手饭店的代志，事到我甲王家的时间。都比我咧上班的时间还搁较侪，哎，我转来饭店是咧探气咯，根本就唔是转来饭店要趁钱的。就算去咯，嘛要替恁大姨打这单，伊嘛有真侪苦衷啊，你敢袂当小体谅伊一下？妈，你唔是无希望我第一种经营啊，转去另做归宗。不过我是真惊吼，若是无答应伊的要求，伊会对咱愈来愈怨恨。恐惊一世人哦，拢袂当化解啊！那你又莫想遐多，我来决定就好啊嘛。你即马爱决定的，唔那是饭店的经营问题，啊有妈妈的心愿。阿贤，这三十几年来，伊拢笑你是私生子，妈妈感觉真对不起你。所以我一直希望哦，你当另作归宗。这摆大姨真无简单，家己开嘴要和你当一摆公妈。你若无答应，恐怕一世人拢无机会啊。妈，三十年啊，我和因笑我是私生子，我也惯习惯习啊。要不爱我目睭金金，看见中间明明在饭店内底乌白母，甲红家的祖先所留落来财产拢不了了。哪里我才是真正无资格做王家的子孙？阿贤，妈，你并无对不起我。不管我姓杨的姓彭，我感觉拢是你的后生。我即马规条家间有种想法，世界饭店绝对袂用明明个安尼舞落去。我感觉即马有大意嘛，我嘛无爱等到世界饭店倒落去救袂转来的时阵，才有王家的祖先嘛。所在，你做少养性命，我老累的。我当然吼，也是专工来看老累的。我哪有可能行唔到所在？你做这么侪未见效的代志，
搁敢来遮看人嘞？欠卡的，你咧落这啊讲话哦，着较清气的，莫小搞话哦，涉及袂着家己。随搞出去啊！你即嘛是过街老鼠，唔通咪无路走来找阮志忠？我是无迄个闲工去插恁兜的代志，我则无伫行唔知路，走去找一个外人。啊，唔过你迄个老的哦，三工两工哦，就走来打包，笑靠掉阮志忠听啊！是啥物人透早就来你配位？还是你？你去当厂长做小久啊，话拢对鼻腔出来。你哦，莫遮尔靠势啊！因为你世界饭店要变天啊！世界饭店的代志跟你无关系啦。上好是无关系。当初你为着要得着世界饭店哦，偷偷要志忠来做你的后生。会用讲这世界饭店是志忠哦替你得来的。不过你无稳陪，将这世界饭店给你阿下囝，才会给你这哦欠卡派对流的新婆阿爸母，不甲人西崩的哦串通外人，要来分你的财产。你哦，准备要做乞食婆啊？我的饭碗空金搁包银，绝对袂起价，唔免你替我烦恼。当然啊，你有一个欠卡新妇替你划饭店，你当然讲话白眼这么昂声。啊，唔过欠卡的，啊你唔是真敖，啊我指定让你赶出去啊，搁甲你大家编离咧厝做冤人，规个哦饭店，让你去当花气花落。啊！即卖离房哦，一出手你就空脚跳，啊！你唔真敖，你晓得我看啊！即卖饭店哦，搁在阮的手头，上输上赢搁唔知影，你唔免伤过欢喜。趁着你这款的查某，甲阮对面的同款，干那会晓查某人的苦头，其他哦无半片。我叫查某人的苦头，搁叫我开一千刀嘞！啊你嘞，这么久啊，连半只好心都无看到，我看。你是吞木未生啊，犯贱！哦，你我的仔你也来一波，带出来！你放手，我来接你放手！啊，放手你！你要怎么做我当？我当敢对你安怎？你后尾你红家的门时阵，你带人去阮家泡啊！你是阿爸惯习，唔知我很瞧你厉害。今仔日个，你是惊唔知咯，拄着歹啦！我要让你知影，什么是后边的人客。好啊，小丽，哎，好你家你走啊，小丽啊，你有心结啦？好啊，真好反正，我是来替你家是你不好媳妇呢，我安家媳妇不免你家。你若是知影乱家事哦，我明仔家出里头啊。你得想过先见中啊，这样叫明明吃死死啦，明明啊，这样就连见中的皮都就摸伊的头。把你阿下去啊，当作我咧扛来扛去，你着乖乖啊听敏敏的话。这世界饭店，何伊不管咸要倒啊？你嘛唔敢安怎？恁翁家今仔日会落灾哦，就是你现在心不挺的啦。我翁家的代志免你管。你上好哦，对我较客气的。万不利哦，过两工啊，你世界饭店去让人捧去，你后生新妇无要饲你，走来找我唱口条啊，我可会可怜你的哦。这破鸡杂哦！去到安尼啊！你敢好像你个冤家？我给人拍你个毛啊！老娘要连酒酒你的饭店啊！你个啉酒醉，你为一辈子都怪没？你看我站在哪里？明明啊，卖个吵好无？妈，建东对饭店代志无要无紧，你怕什么人处理？我有过去甲对面的讲，甲因条件交换了。什么条件？好阴阿贤。来拜公妈，姓洪了。妈，你真正要安尼做？也唔过因爹当事会，一定爱阁继续支持建中做董事长。那阿贤转来哦，家家是做总经理，饭店的头家，同款是咱大房爹做。
帮世贤做总经理，那恁我嘞？恁根本是两帮车好势啊，准备要把我挂出去。啊，那无是要安怎？世本的甲刘茂雄，因的股份加加已经超过一半，即嘛二房阁要做董事长，是世贤你做的呢？你唔让，阁差要做总经理？你若阁来插落去，连服务生哦，你都做袂成啦。妈，我反对啦！我甲彭世贤当亲兄弟对待，结果咧，伊串通外人对付我，我无这款的兄弟啦！伊无资格倒不来王阿公妈。这是我唯一有法度哦提出来讲的条件。假使你若无同意，我嘛唔知有啥物困难，应该用大细声啦。我甘愿当处长无爱做，嘛要甲彭世贤共事，更加无可能甲伊共一间饭店做生意。店长，妈妈是想尽办法要告你这个董事长的位。你敢知影我嘴去跟咬的，吞偌济目屎，我才有法度落这个决定。敢讲妈妈的苦心，你一点仔都拢无法度了解。妈，店长哦，伊是即卡开吞袂落，我嘛是真唔甘。看到你这么委屈，去接受二房的囝，回来另做归宗啊！妈，饭店的代志，咱会做最后争取。啊，不过，恁若想帮细贤回来拜公妈，以后就是细红啊！你绝对袂用安尼做。啊，若无，我是用安怎？我甲建中一定会替你收这间饭店，就算讲帮细贤摕到经营权。我嘛会尽力，争取到更加侪股份，把彭世贤挂出去。世界饭店，因为是咱王家的。多谢你替我赚钱，吃几工啊？投资报酬率就20%，怎啊知影啊？我就把钱全部拢交乎你，无定着即马，我已经是全球百大富豪啊！百大富豪是算啥？即马有钱人根本就无希望互人知影到底有偌侪钱。照你所讲的，啊，全世界上好雅的人，毋是比尔盖茨哦。这是我客户的最高机密。就算讲你是我上好上好的朋友，拍谁？无可奉告。莫讲公司好不？还能有机会出来好好吃一顿饭，你得我好好享受一下。我敬。来，我敬你。艾米，我这有一张3000万的机票，敢会阁麻烦你替我下单？都算愈大，投资无保证一定会赚钱哦。有钱赚就一定有风险，这个观念我真清楚。既然把钱交乎你，就表示信任你，莫有压力。好。我就收下来，希望我会当替你赚钱。安尼就麻烦你喽，啊？哈喽，嘿，你等诶，你话我去买啥？该啥？该一个。宇宙无敌超级大帅哥，嗯，下面再见。你看我一点仔时间看到看觅咧，好不好？我知，代表关系短短，真发展的潜力我知啦。不过你嘛知影，
我即摆手头资金干那遐尼济呢，你佫有遐尼济投资原的？佮我一点仔时间评估看卖，我想好清楚，你放心啦。我若想好了，第一个打电话通知你，好不好？哦 ，OK， 拜。有人催你投资台北馆哦？是啊，这个地当也真有生意啦。伊讲台北馆有一块土地，真完整，伊想要开发成一个大型的娱乐商城啦。餐酒餐厅、电影院、shopping mall、保龄球馆、KTV， 想要改成吃喝玩乐、弄中坑社会啦，一定要请我投资啦。去台北馆，不如留伫咧台北市。阮联合饭店附近的地皮，比台北馆贵几落倍。只要有资金，直接买落来，搁再转手，拢会趁钱。艾米。投资是要要求回收的速度啊！咱你讲的迄块地起大楼，至少阁有两三年诶。阮联合饭店，逐工拢有现金的收入，现投资，现分红利，当然是要把资金放伫阮家口谈啊。嗯，听你安尼讲，是真有道理啦。投资我过聪明。阁唔捌有人失望过，相信我，我比任何人阁较想要趁钱，找我合作是阮趁袂了的。你知影？你这个人讲话就是很有说服力，不管遐尼啊济人，等我去骗到你两岁。哎，我才袂用骗的哦，别人安怎我唔知。我过聪明一向是言出必行，讲会到做会到，这是商场上基本的道理。在我的心内，拍死！我头壳有淡薄仔晕，可能是啉酒醉啊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聪明，当我头壳若是较清醒的时阵，我还好好想，好好考虑。可是我要投资啥，再跟你讲好无？还有什么问题？你讲了对，讲公司就伤感情。来，我敬你。你安静，找我等你哦。
不要紧吧？啊？嗯，我最大哎。想要啉茶？嗯。要香片还是乌龙？嗯，我不要香片。好，我来泡啊。小一档解酒，小对啊，聪明，我还记得你的前妻是环球的继承人对吧？啊，宋振昌是把公司哦留给因家弟啊。你哪雄雄去讲着环游？康公是有人找你投资，因迄间公司，千万唔通哦。宋宏远是一个了不起仔呢，目到伊哦，会互伊带衰哦。唔是要招我投资，我是听人伫个讲，因最近敢若就赚不灵，四界借钱来营销。强强庙里是第四啊，我感觉因可能真紧就破产啊。啊，一点啊都无意外。嗯，宋宏远根本是囡仔人伫耍大车，环球我伫换的时阵是稳达达，伊就无爱，硬要赶我出来，但是嘛，家己到火灾掉。是你，有疼着我哈？啊！啊！聪明，我这条皮筋已穿湿呢，我都准备就歹洗。啊！我跟个铁卡进最久。啊！我起起码已经开半啦，我搁一个视讯会也爱开，啊，搁你三千万，爱紧落单，那无那是利息吼，一天都要损失几落万呢。哎，Amy啊，你的披肩敢唔免先进者？唔免啦，但是为着要洗我的披肩哦。去耽误到我客户赚钱的时机，我是赔不起的。多谢你送我回来，你放心啦，这三千万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聪明，你免站遐等我啦，我快不用过两点钟呢。
你先那边休困好不？等明仔再来嘛。哎，我都无叫了你啊。嗯。我替我赚钱，好。嗯。晚安。嗯。晚安。聪明甲伊个查某，倒一个走会出我的手中心？过聪明，有一天你会知影菜汤食菜，菜卡死的道理。三天就好，拜托你，三天了，这个票拢进去啊。我若是跳票，对你嘛无好处啊。死到公司关门，你根本摕袂到钱啊。袂啦，搁看限三天，我绝对让你摕到钱。啊，是，啊林总我知，啊多谢呢，多谢。你过来送啥？我爸爸做过环球的总经理，听讲公司就要倒啊，紧来顺顺看看。这有我真多记忆，真歹势。有我伫的，我绝对袂让环球遐尔囡仔拍落去，这无欢迎你，出去。讲话口气遐尔歹，我有砸100万的支票。是要来看是毋是会用个救急？头拄啊伫楼骹哦，听遐警卫啊讲，三工两工就有人来讨笑。我想应该袂细空哦，这100万恐惊补袂起来。郭崇明，莫讲是100万啦，就算你摕1亿来借我，我嘛袂摕。我受还完。搁啥物叫尊严？我想你啊，甘愿为着钱去做情生？公司哦，强要让你母甲拍落去啊！讲话搁遐尔硬声，我无像你讲的遐尔无情无义，早就替你安算好啊！我伫联合饭店替你留一个亏，至少袂让你无饭吃。宋振昌若知影我这样照顾伊个孤囝，嘛应该感谢我。不准提办公场所。你在创啥？我是来抢救贫穷大作战。哼，这么无礼貌，无怪哦，人缘歹甲借无钱。郭总，环球要惊去，拢是你弟的。阮宋家上大个错哦。都是真正去搞目的。哦，别讲啥话啦，家己败家就莫甲这人扫去我家来。你若有迄个才情，肯打拼，宋振昌就袂甲全部的家业拢交予我这个囝婿。我警告你啦，不准我动我爸。那我对你无客气。宋宏源，莫定在甲人呛声啦。你已经无迄个尻川，就莫甲食迄个泻药。那无会闹到吐灯头，我郭崇明天生是皇帝命，啊！你这世人爱搁修行，看转世是毋是会用，莫搁做乞丐。哦，逐天开嘴甲人周转，我那是你哦，
早就烧炭自杀了。出去！小弟啊，安尼有够血压呢啊！可恨你最后一句话啦，莫一日感冒想要找人相拍。老兄的气力咯，应付炒菜公司安尼较实际。到饭店后，我又搁敲恁一届，那安尼就麻烦你啊。李白，对啦，啊，搁有一件代志，人客户真惊热，恁爱加准备一挂冰的矿泉水，啊，搁有乌西莫里伫咧车顶。嗯，好，有任何的代志，随时卡手机啊，甲我联络。OK， 拜拜。我等下家己哦，顾咧无闲厝内底一大堆代志，对因啥拢无闲通管。家在乎你，啊！若无我就惨啊！我只是坐伫冷气房内底，加敲几通电话尔，这也无算啥。你甲我敢有需要分甲遮尔清楚？厝内面的代志我无法度斗相共，录音室的代志我当然爱加做一寡。你见到头的责任哦，我会甲你做回答。拜托你，莫阁跟我客气哦。对啦，阿姆的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，叫我真多啊！养母即马较无烦恼嘛，我是烦恼紧张。